喜欢记得按下我喜欢，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猫咪还是狗。我喜欢狗，你喜欢什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，他是大头头。我操！这是什么天主教授的礼物吧？可以哦，是可以摇啦。你可以打开它，里面这个也很漂亮。嗯哼，油油的、冰冰的，吃的吧？什么吃的？你看，超漂亮的布偶猫哎，超美的，你不觉得吗？给你们看，我就只是觉得它超美的。你所以你觉得它是什么？马卡龙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把它划出来了。哎，掉出来了。好吧，就是它是猫掌巧克力。看它这个包装真的超漂亮，你有没有闻到？这是综合巧克力，而且很香，给你们看。好了，反正我们来吃吃看好了，感觉就很棒。就这样吃，我觉得它真的好精致，这拿来送少女，少女一定很喜欢。像我这一把年纪，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很可爱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推荐大家回去送奶奶哦。送奶奶？不是你奶奶吗？快吃，电击啊！我跟你讲个秘密，太硬了，我咬不下去。我牙齿不好嘞。奶奶哦，奶奶咬不下去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咬不下去啊！而且它好硬哦。不想咬了。你含进去了、啊，乖。它很大、欸。你牙套就要被撑掉，快点吞进去，嘴巴很大。好好啊！你比我强还要多。哇，很好啊！我帮你弄慢着。好。对对。我看了它会很痛苦哦。嗯，好了，很认真。我在 YouTube 生涯就到此为止。看过我这支影片的人，应该今天订阅可能会取消10000个以上。长黑粉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吃起来就巧克力真的太硬了。好吃吗？我有点太冰了，可能要先退冰个半小时比较好。嗯，那很凝固，它的那个形做的很好，因为如果有些巧克力可能比较容易融化，然后可能就是变成。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嗯，对，如果你要看其他的影片就知道，有些巧克力很容易融化，可是它这形。它这硬度，我相信这硬度就算放在太阳下一个小时，我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。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它的外形就是这整体的外形，因为我不知道价格，这外形在我心中会有100分那么高。可是假如说口感的话，就是好不好吃，因为它真的对我来说太硬了。然后我是喜欢吃黑巧克力，然后里面包榛果啊什么什么的。那它的巧克力味道的浓郁度，虽然它有那个莓果，就是这应该是草莓，就是它的。这样我吃黑的这个，它的掌心这里应该是草莓，它粉色的地方是莓果。嗯，这是香的，是不错的。可是对我，因为我对巧克力太严格了，不是它不好，是我自己对巧克力太严格，我只会给60。嗯，然后价格我不知道，对。可是包装真的超棒，可是我觉得很多少女应该看到就会很喜欢，这不错的。那最主要是因为我吃比较苦的，这个是偏甜的。啊、哦，对，他都吃70-80趴的，70是基本，90是爽的那种。嗯，90有点苦了，90真的有点苦。好了，那么明天就到这边。哎，你真不吃一个吗？对。喜欢记得按下我喜欢，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猫咪还是狗。我喜欢狗，你喜欢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喜欢狗，你喜欢什么？猫咪也很可爱哟。今天的可姐姐 YouTube 频道也要到粉丝专页帮我按一个。你不说话，我是不会放手。按。
三个，来啊，赞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喜欢狗，走开，我喜欢狗，猫咪很可爱哟，你头很臭，你头很臭嘞，你头比较臭，你头很臭，你都不洗头，你不洗头嘞，好意思说我。